国生活好辛苦，老外在台湾有多省？不管我要去哪里，我都是骑脚踏车。从我家到这边骑脚踏车30分钟内就到了，但是计程车就要250。对啊，每次要上学的时候需要不同的衣服，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两个礼拜内退换。百货公司的群组应该加一个科技给他。OK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